但我怎么是今晚是《巨龙崛起》？没错，非常酷炫的一个养成手游。那我是看到里面有恐龙，我才来玩看看的，因为我觉得恐龙还蛮帅的，而且这游戏感觉做很像《侏罗纪》，就来才赶快试玩给大家看哦。来，游戏怎么玩？我们来教学一下。一开始一样很简单哦，就是 SLG，那就出征。那这游戏最后所谓的 Dinosaur Battle，恐龙战争哦。那我想说，观众应该会喜欢吧。我这边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恐龙对决，哦，它等于是一个全木版的恐龙对决，那我觉得非常酷炫啊，所以来演示给大家看。你看这边就获胜了，哦，那我们这边就点继续就可以了。它也是一个新手游啊，那这边呢就是按照它前期的攻略下去解下去就没问题了。那前期就叫你减少一些升级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对天赋来点击，升级一下能源工厂。那这边当然就继续了，前期就是赶快疯狂的升级自己的建筑。可以免费的时候再点一次，看一下任务进度。二级骑兵就在升级啊，那这边就有一个任务，就可以帮我完成。那里面又分为所谓的一个建筑礼包、每日礼包，这边就远征。你看远征就是它其实也是内建关卡。出征，SLG，然后内建关卡，然后它以恐龙为题材，那这也是有快速扫荡、快速通关，应该是说两倍扫荡。这边可以取一些资源，那我们点叉叉之后呢，就可以开下一关。我想这边就要求你建造一些东西，那这边不外乎赶快免费按下去，我想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找茬教学，好，建造二级的城墙。先把官方要求我们的主线东西解完。三级的主神晶晶嘛，能源工厂，看一下任务要你干嘛哦，不要随便乱接。我前期就是一直把他的任务切完，好，基本上就全部完成。这边有一个重点，我开始去虐杀怪物，你们注意吗？他说一级。一级，哦，所以你们要找一级的怪兽。好，定这边攻击，确定。那这边过来大概就27秒。好啦，喜欢这篇的话，请把这个喜欢，想继续追踪的话就点我一道，拜拜。这边就继续完成。好，像这边就开始叫你训练步兵了。我点这边可以训练，这边教你用加速嘞。
一律不管啊，继续解下去就对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了。